来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小心、嗯、所以完全就是一个这个僧侣的状态，一个母性的状态。有没有要看状，没有那么多啦。开启新的人生，这个尺度也大开。我们找了妇产科的郭安妮来。郭安妮医生呢跟大家讲说，大家就是在产后的时候，你的那个下体啊要来把它练回去，所以我们要做那个提肛缩阴的活动，像是这个你就要这样子，有这样子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节目就这样。我当时想说我好歹也是一个女主播，他说来淋雨你要用力啊，有没有感觉夹住？我不喜欢车震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空间太小，然后潮湿闷热，那你就全身黏黏的，你就没有兴致，无法施展。因为我们的动作是比较大的，你们也看到我是动作派，所以你知道就是这样施展可能就不是很适合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看个人的体型，那还有看车啦。可能刘欣彤他的车很大，他们家的车算是比较，对，我们家的车算是比较迷你一点，就可能不是很适合。Okay. 要暖机啊，因为我们如果要有蛇宝宝的话，就是还是要试试看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呢非常的守规矩，因为我们在那个怀孕的过程当中，第一台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小心、嗯、所以完全就是一个这个僧侣的状态、嗯、一个母性的状态。没有要看状，没有那么多啦。开启新的人生，这个尺度也大开。我们有录到一集，我们找了妇产科的郭安妮来。郭安妮医生呢跟大家讲说，大家就是在产后的时候，你的那个下体啊要来把它练回去，所以我们要做那个提肛缩阴的活动。然后我们说啊，好，要怎么做？他说那你就是要提肛，你要感受一下，像是这个你就要这样子，有这样子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节目就这样。我当时想说我好歹也是一个女主播，他说来淋雨你要用力啊，有没有感觉夹住？